你不丢人我还嫌丢人呢，你看看人家孩子怎么做的，看看你怎么做的。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，白痴都比你强。你说你那玩意儿干嘛，他一开车就考了点分，他直接扑上墙里。我叫朝夕，16岁。我叫唐亮，16岁。我叫张强。在我12岁的时候，俺爸俺妈分开了，俺妈每天骂我，经常让我去死，说我没用，说我少 feel， 从来都没夸过我。我记得骂我最多的都是骂我直脑子，直脑子，直脑子。枪，找那个赌场里最有钱的那人，拿枪把他给杀了。所以就去后厨拿了包拉斧子给他砍了。我拿了个水果刀，捅了他2刀。有些话呢，可能很多父母都说过，甚至现在还说着，像什么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，废物，啥也不会，猪脑子。按照我的思维走呢，我就容易发火。得改吗？